乾卦，天生万物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坤卦，阴柔大地，实实在在的物质生养，万物成长。尊卦，万物出生，艰难的争取生存机会。门卦，幼儿不懂事，需要教导和训练。虚卦，抚养小孩需要持续和耐心。讼卦，小孩争吵必须避免，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，消除负面争夺，学习正向合作。思卦，要征战，必须以正义为号召，召集兵众。壁卦，团队上下亲和依附，形成坚不可破的凝聚力。小序，年轻时要尽可能地表现出对组织贡献的意愿。履卦，一定要动手实作，一步一脚印地充实成长自己。太卦，一切运行顺利，更应居安思危，做好风险管控。脾卦，遇到了阻碍，路不转人转，运用智慧和策略，迂回向前挺进。同人，有亲和力，到处都能与人和谐相处，并合作愉快。大有，终于有了大收获，资源充足，可以从事以前资源缺乏时不能做的事，例如读书。谦卦，满招损，谦受益，水往低处流，谦虚低下，可以让人更加充实地成长自己。欲卦，适当的娱乐，清新自己，充实饱满地面对明天的挑战。随卦，随遇而安，随机应变，一个独立存在的主体，在任何情况和环境下都能清新智慧。古卦，妖言惑众的大环境下把握住自己，清净纯净，无染无着，远离是非。临卦，监理，必须审查政策、计划及程序，确保能够达到预定目标，并符合组织的价值和远景。
观卦，相由心生，高贵的威仪，来自纯净的情操，深厚的涵养和恢宏的气度。四合引用法规必须严谨，完完全全的吻合，不可丝毫偏差和滥用。易卦，自然随性的谦恭有礼，显示内心中有着从容、淡定、自信、谦卑的优雅。波卦，物质沉住坏空，但真性无住无往，永恒存在。复卦，一个春夏秋冬循环，又长了一岁。无妄，起了非分的妄念，人就失去了自己，被执着所控制，成了丧尸。大蓄，有了剩余和大积蓄，可以把剩余部分做投资，书到用时方恨少，投资自己的知识和能力。一卦，好好的培养自己身体、心智、精神、性灵的健康和成长。大过，当特定方面超过太多，效用递减到负效用，平衡自己有限的资源，分散到边际效用较高的地方。坎卦，过度执着会让自己陷入险境，只要放手就能脱离危险，就像握满花生的猴子，无法从窄口瓮把手抽出来。离卦，站对边，和正义、善良与荣誉站在一起。闲卦，使自己更美好，有魅力，来吸引那吸引你的人，两厢情愿。横卦，永远不变的就是改变，不断的适应和改变才是永恒的持久。